何同先再去一段安尼讲吼，这个译本比有讲到这个贪腐的问题嘛吼，还有讲到毒品的问题，还有讲到这个南沙的问题安尼吼，还有啥问题无？随时欢迎提起来问啦吼，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了。这个中国吼，它不是签约国啦吼。爱主张是各自争议共同开发，啊，即嘛全球的深水井技术吼，最深已达到3050米啊，3052米。中国石油本格装备最多只能到505公尺啊。日本应该蛮好，都达到这个，对。美国唔是美国，就是日本啊。哦，啊，长期以来中国海洋石油工业探勘开发这个深水井普遍小于300米啊，在深水一片空白，所以南沙很多油井没有一个是中国的，原因就是这你也无技术啦，啊，人技术要卖哟，人家也不卖他啦，对不？什么卖？咱的开发策略先啦，台湾民人当家有一份嘛，美国为事嘛，啊，资金切割找中国，美日提供技术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印度尼西亚就就地保全，共有一份啦。啊，恁这也当上网查台湾民政府信南群岛哦。啊，中国有同为理由了哈，伊那是。比较从中东进口石油，用大轮船走过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再经由南海回到广东，跟直接从南海拉管子回广东，这个就会省不少的运费嘛，跟各自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嘛不相违背嘛，所以何乐而不为啊？合作伊是有好处，伊无歹处啊。哦，所以伊无拒绝，虽然伊唔是签约国，但是利益伫遮。应该是一块的啦。只要一个同盟国托管的这个物件，菲律宾在1971年7月10号外交召会给台湾台北啦，要求撤回太平岛的驻军，理由是哈，国民党在太平岛的驻军对菲律宾构成威胁。那还有一个理由哦。国民党占领南沙其实是二战时同盟国托管，以阻止其他他国未经同意在岛上驻军。这个物件，同盟国托管的这个东西，是中国拿出来的。中国依据日本海洋争议的国际法里底有提这个物件。伊讲菲律宾曾经外交召会了，就是国民党占领这个太平岛是一个托管的。啊，托管。那讲一个近反言的吼，什么叫近反言呐吼？近反言我拄仔讲一个咧，就讲做，比如讲判决出来，越南伊敢会当不承认这个判决？这个判决讲美国是占领国了吼，他能否认这个东西吗？袂使，因为伊是签约国啊。啊，你较早来签约就讲伊是占领国，你即马阁讲毋是，安尼敢会通？袂通啊，这叫做近反言，哦。啊，即近反言有例子啦，就讲挪威政府对丹麦管辖的东格陵兰岛部分的领土提出主权要求了哈，但为法院所否定。即格陵兰岛是上帝管的，丹麦的管的嘛。啊，有一天这个挪威政府讲要出来主张这个伊毛主权安尼啦，啊，到尾法院甲驳回，驳回理由是安尼啦，因为这挪威的外交大臣吼，这个艾赫伦在1919年7月22号吼，在接见丹麦驻克里斯安蒂安亚
尼亚公使哦，曾经口头声明啊，表示挪威政府对丹麦拥有的格陵兰的主权不予阻扰，不会对该问题的解决造成任何困难。因为你的挪威驻这个丹麦的这个公使哦，曾经这样子跟讲过嘛，就挪威不阻扰丹麦的这个主权的主张，所以换你的根据这个声明，说这个你这个声明，你这个外交官讲的话要算数啊，所以就驳回了这个，驳回这个挪威的请求啊，至少挪威承担了对不对丹麦在前格陵兰岛的主权提出异议的义务啊，所以这个签约国啊，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哦，因是签约国，所以他不能做相反的主张。阿迪加唯一有问题的是中国，伊无签啊，所以你这对讲无效啊。啊，但是咱都有讲过，咱用经济利益的角度来去甲伊讲的话，他就没有反对的理由啊。因为大拢讲好啊，剩你一卡，啊，无你就继续去阿拉伯买油啊，啊，还是要来这买油拢会使啊。哦，安尼这样代志就会当圆满的结束了。啊，这是你讲译本比啦吼。啊，到这有啥问题无？拄啊讲迄，比如讲，两百海里啊，两百海里有啥问题无？讲一大堆到时，即马这两百海里要哪主张？啊，你即个讲清楚咧，就讲美国虽然伊毋是签约国吼，但是即个联合国海洋话是。美国这个杜鲁门哦，在1950年宣告，讲伊有200海里啦，伊比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还要早，伊早就主张200海里啊，爱占领国啊，所以同款的道理啊，他应该要保护这200海里，所以讲这个观念是伫遮啦，无一定要用。联合国海洋法，因为你不是缔约国嘛，所以你无法度去主张这个条约。啊，但是美国，因为咱是予美国占领，所以咱能根据，哦，再个爱找这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有一条吼，这无引用到吼，这里还有一条第四条吼，第四条的 A 项吼，伊讲，不因为欠缺承认吼。美国的法律将继续适用在1979年1月1号以前承认为中华民国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地方，就占领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地方。就是说美国的法律是继续在台湾适用的。啊，美国的法律就包括什么？美国的宪法、美国的那个法令，所有都包括在内，有这条。哦，拄仔就讲这个200海里是用这个来解决的啊，啊失效呢？失效这边来解决。我记一个嘞啦吼，这个侵权行为是2吨啦吼，有贼啦，就是破坏窗户进入到民家去偷东西。这里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他这个侵入的行为、小偷的行为嘛、还有偷拿这个东西转交拿去这样、这个你破坏窗户这个是失效2年啦、两年以来你要主张两年或三年要主张、这个转交呢两年以后就不能偷了吗啊？不能得利两年以后可以偷吗哎呀，马杰当个特哈，所以这就是伫加啊，这部分就不是侵权行为了哈、这部分是另外一层关系，哦，大概是安尼啦。啊，当然还佫有较细致的物件，迄条卖讲了吼。啊，
管辖、政治理由、时效、当事人，还有啥问题无？啊，过来。我都讲日台，咱若判决落来吼，300条的物件伫遐呢吼，日本的会不会来跟我们讲？他会不会动心？啊，你这台民政府甲日本什么关系？这是占领的一个产物啦。那终止占领了，向代表台湾人民，天皇。天皇派的代表判决了，跟这个日本的关系吼，判决到美国派天皇派人出来之间吼，还有一个信托关系。比如讲，这一百这个地人有一百个人的，啊，去有查拉办100斤的干嘛去？啊，要去告这个查拉，敢就爱这一百个集合去啊告？凊彩一个就当去啊嘛，对不？啊，告的是你也反正讲，伊这100斤的干嘛喊我，对不？安尼敢对？你讲都代表这100啦。安尼你要偷几斤？偷你家己一斤，还是偷100斤？偷100斤，反正讲你也无代表权啊，你要甲你驳回。啊，你是啊，过来就讲，你若偷我。偷100斤袂使，啊偷1斤，啊剩咧99斤，查拉保存咧，安尼敢对？好像不对吼，弄唔对嘛吼，以上皆非，安尼变哪套？这就爱讲吼，你这干嘛100斤啊？行互阮100个人，啊我代表接受，安尼听无？啊你行阮。这个人一百个人，因为台湾人民，但是拍官司也一百个人拢去啊，我你去尔，啊就暂且交予你。所以伊甲一百个人的关系之间有一个信托关系，就是讲咱台湾人民来去拍这个官司，会跟谁成立一个信托关系？赢了啦吼，会跟日本天皇派出的那个代表成立信托关系。好，刚才讲结束占领之后。这个美国的天皇都要派这个代表出来嘛，代表台湾人民的，啊，你这个东西都要交还你，就会交给他啦，啊，所以这样子会不会日本会不会加快这个脚步？会哈，啊，那这个关系怎么换？怎么？哦，对啊，这因为有一个信托关系嘛，咱是这个这段期间占领这段期间打赢，只是给他。代为保管尔，但实际权力是属于日本天皇。啊，日本天皇，伊下骹遐人敢会看到目睭敢会稍微叮当一下，心会叮当一下，会啦吼，哦对吧？安尼日台关系会不会加速？越好吼，对吧？越来越好。哦，这是拍官司的影响较佳啦。啊，过来，阁有啥问题无？欢迎你们提问题出来谈啦吼。啊，阁讲到这个毒品的问题啦吼。毒品了，这20-30万人，搁啊，互食免惊，啊，因要做啥？其实吼，台湾咱即卖垃圾吼，分类吼，啊，分类了，摕去创啊，你知无？摕去烧呢？啊，烧啊用啥烧？用油呢？啊，烧这是啥？烧这是资源呢？咱的农业大臣讲，用资源，用能源烧资源，安尼对不？啊，这一分比三款，浪费嘛。啊，这厨余各地方都有嘛。这厨余是有机肥呢，你若个堆肥堆到有机肥的时阵，你就免。第一个，你不用花能源去烧资源嘛。第二个，这个堆肥什么作用？
你可以改良这个土壤，种出有机的东西。啊，一年吼、哦，一天差不多两万吨啦。一天的厨余，台湾的厨余，大大细项安尼，2万吨，有60%是会当澳洲吹、澳洲堆肥的，大概有12000吨的那个堆肥。啊，这堆肥各位敢有兴趣？你有兴趣哟、哦，安尼你去做，好不好？哦，对有机有效的，但是这后背这层吼、哦，那臭毛毛了。啊？不只是人烟的所在，就是讲你人去做的人，那是这食毒的来做这三款。20-30万人呢？你可以发，可以做这条工课。对啊。啊，这项工课咱一般人无啥爱做嘛，啊，伊阁无头路，啊，无可以做这条。安尼使哦，啊你做出来堆肥再分予农民嘛，啊得改良土壤嘛，改良土壤安尼对医生可能较歹，安尼你安尼种的物件后讲食着较好嘛，啊较无病痛咧。啊不过咱毒品的有拨一寡利润予伊嘛吼，平衡，吼、哦、啊对，啊这个厨余啊，一年。差不多2万吨嘛哈，啊，一大概60%了，1.2吨了，啊，你要改良一个土壤哈、哦，改良啊一年安尼偌济，一工1.2，就是讲400几吨了哈、哦，啊，一分地哈、哦，改良土壤要量20吨了，20吨，啊，一家地要200吨，啊，所以1万2大概可以。改良大概差不多2万甲的地啦，2万甲的地啦，啊台湾有86万甲，所以大概要40年，这个工作当持续40年，改良有机化，前导有机化，哦、不计哦，你用啥不计？啊？哎。哦，对。哦，对，啊，这帮厨余啦，啊，真侪种的有机质嘛，真侪种的有机的蚵仔壳啦，什么鱼啊，鱼市场遐的物件有诶无诶，迄拢会当来堆肥。好，无要紧，就是讲，遮个物件拢是资源嘛。啊，你哪有法度甲伊？即我靠，即个表示讲有钙嘛？啊，你若甲伊有甲伊分解了、哦，哎对，所以那用这自然的物件去改良这个土壤，然后做产而栽，这改良土壤这个东西目前有对提无？还有人在做无？好，对啊，啊，就讲。即个讲市场的啦吼，厨房的啦吼，要后背即个即项工课，就即个毒品的就去处理你的，吼、哦，安尼是毋是就一个有一个圆满？哦对，伊嘛毋是讲白食的，伊嘛当做工课来甲你弥补即、这个弥补即个社会的支出嘛，比你去用枪、用鞭刑、用什么还？是不是？啊？邱文龙，什么人？古早的代志啦。哦，这个后藤新平，捌伫台湾捌实施过。伊来台湾的时阵，台湾有16,900的食鸦片的，爱着发这个牌照，发这个食鸦片的牌，因为谁人要安尼？你若讲禁止啦吼，禁止这个毒品的交易啦吼，禁止啊！在高雄市就知啊，迄有夜间部的学生啊，规班带去卖。为什么？伊无钱买毒品的时阵，爱去偷去抢去劫嘛吼，啊嘛有人去卖了，嘛人去生摊，吼、哦、对无？啊，你若讲
食免钱的时阵，伊就袂去贪，啊，袂去贪。这个霍腾新变成实施的结果，伊经过17年哦，这个毒品就鸦片就无去啊，剩无偌济人啦。就渐因为不会扩张的话，时间久，食的人若过去就无啊嘛。因为只要它不扩张的话，那这个毒品就有办法解决。啊，假片厂，对，假片的这个迄款的。啊，那是讲政府提供免钱的吼，啊，是不是都这些问题拢解决掉？对吧？啊，过来，搁有啥问题无？没有问题吗？哦，吃毒品的是这样子处理的哈、哦。啊，过来，咱的规定这个鞭刑吼、哦，鞭刑是对其他的刑事案件，鞭刑，这个也不一定是查到，反正就是有需要的所在。鞭刑安怎规定呢？拍一届吼、哦，听偌久？3个月。嗯，听一届3个月才会好。拍五个，一个拢同款啦。好，就讲拍一届啊，上届当拍五个超过嘞，也澳主，所以上届当拍五个，啊，医生爱看到，要监视的哈，还爱在场，看会使拍再继续拍呢。啊，这个打这个鞭刑哦，即嘛是安尼啦，有法案的哈，就讲，3个月抵一鞭呐。你拍一届听3个月嘛，所以拍一鞭吼、哦，可以抵3个月的徒刑。啊，这是关的是免啦，啊你监狱还是要啦，为什么你知无？这要死刑也好，要这个鞭刑也好，谁决定？法官嘛，对不？啊，法官判一届刑要偌久？就拄啊，美国个爱年外嘛，啊年外你只外口落手吗？要拘留起来，啊拘留起来要不要监狱？要啊，啊监狱会不会有？还是会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判决之前你没有办法枪毙嘛，你也没有办法回地外口落手，所以你要关起来，啊这就是监狱啊，会较少啦，会较少。啊，但是就讲，会当免关的吼，会当用速的刷的吼，就用较速的安尼。对啊，啊，你就讲这个啊，但咱变成咱有规定哦，判刑就讲3个月抵一鞭嘛，判3年除以3多少？一当4鞭嘛，3×4=12嘛。12鞭，一届拍上届当拍5鞭，所以分几摆拍？分3次打，到结果才一遍会煞。啊。无啦，咱是人权的国家啦，咱袂当无用人权的方法啦。咱是爱主张人权啦。哦。安尼你就违反了个人权公约。你安尼，这个观念要改一下，这个观念要改一下，好，过来这个毒品的问题，甲这安尼就差不多嘛，哈，啊，个南沙的问题，嘛是南沙其实还有一些问题，南沙就说，
这个范围吼，要哪去划啦？就讲，你讲200海里啦吼，啊两百海里要对开始算，伫对你讲对。你起算点伫对啊？起算点，因为咱若无接领，你要哪去定这个位置？啊，这个换你拍关系是要讲得很清楚呢，要讲确定呢。这不是专业吧？这就是讲，咱实际上无伫遐接领嘛，我们没有在那边占领啊，咱就无法度算这个起算点。好，所以问题就多吼。啊，伫对开始啊，啊，你坐标要讲出来啊，伫对开始算啊。我你要有，你要有正确的算出来了，坐标要跨上我的坐标。那个是界限，那个是界限坐标，啊，你这嘛是讲。那个从这个点到那个点，一个坐标。啊，过来就讲这个车牌吼，即卖嘛要发车牌啊。车牌代志捌听过无？看到？这秘书长下令，就是说开始制作车牌。这条嘛是趣味的代志，车牌有大家捌伫电视捌看过啦吼，嗯，啊这，哎，安尼哦，哦，拢偶然的吼，但是他写的四不像啊，哎，不过潘姐时间到吼，好，潘姐，谢谢，下课了。各位同心請起立，今天下課用餐